者吴佩桦台北报道。你知道电动牙刷在台湾的普及率是多少吗？根据调查，使用率竟然不到一成。飞利浦行销经理唐佩林表示，根据飞利浦2017年调查各国电动牙刷渗透率，台湾近 9.1%， 不到一成，不止远远不及欧美国家，例如加拿大 52%， 德国 41%，美国 37.4%， 英国 31.5%， 甚至在亚洲国家中也不如香港 19.6%， 日本 16.2%。 可见台人牙齿保健的功夫仍不足够。此外，业者另观察到，民众会尝试购买电动牙刷，主要是希望刷牙的洁净效果更佳，美白牙齿和改善牙龈健康，因此在挑选时会优先考虑的三大要素是洁净、护啃以及预防蛀牙。飞利浦全新 SONICARE 智能护啃音波振动牙刷，主打音波振动、超宽幅刷毛、压力感测，共八款机型，售价3690-5790元，并由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代言。根据飞利浦调查，台湾人电动牙刷的使用率不到一成。飞利浦提供飞利浦最新 SONICARE 智能护啃音波振动牙刷，找来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代言。飞利浦提供。